啊，就这样。我看我的。你的是头往下。对啊，来来，再让我看一下。好，可以。太阳晒得绿了。你看那里。那个是就单人缆车站。对。然后那里有人。的那一段，我们也会到不了。冲的，我刚不应该在让我让的。你没看我直接冲了吗？哦。的我还是不知道我拍了什么。山呐、啊，不不不，那里右转就可以了。哦，那里左转就可以了。就是左边的棒棒这一块，那里的右边也是。去看一下，我没有要下去。人家没有让你去啦。有啊，可以啊，见
是哦。猫猫的咖啡 ，Nico。哦，是哦。哎呀，那你要去吗？没有要、啊，下次可以，走吧。那个凸起来的骨头上有个东西卡住了，要拉哦，要拉哦，要拉平哦。我这样有闪电吗？蹲起啊，蹲一点。好蹲，蹲一点。蹲，再蹲一点，对，这样子。要蹲，这样大腿会很酸呢、欸。对啊。这样大腿会很酸呢、欸，真的。好了吗？舒缓了。你的动作，那你看，你跟在我后面看一下我的动作，我现在在体会鸭血蛇。贴着不像哦，不像我贴着。你有，不过你可以再让它更慢一点，因为越来越快的话，你就会越来越怕，越来越怕，身体就越来越后面，就会越来越没办法压住。就从头到尾都可以慢慢，慢慢的。
いや、一回止まったのは、あの、あそこです。等我哦，我的，因为这样弄鞋子，我眼镜就雾掉了欸。扣两个就好了，后面不扣了。眼镜雾掉了。好的，一下面两条路，右边跟左边。下面两条路的右边，嗯，我猜是要坐缆车的那条路。我们有坐过一次缆车，或者是说是我们停车时候看到的，应该是右边那条路。现在到底是真的雾还是我眼镜？外面雾，外面雾。我眼镜雾。里面你觉得有雾吗？我觉得雾啊，但是我猜好像猜完有什么效果。是真的没效果还是外面雾？就是好像没有效果哎。那你擦外面？外面没办法擦。那就是外面真的在雾。嗯，好。那下去左右边好了，去坐一次小缆车。不，我改变主意了，一样走左边，再去坐一次拱渡轮吧。嗯。拱渡轮那么好坐。掉到这里，哎呦！Yeah.
大家路是一样的，然后我掉下去，差点。我知道为什么 Hilton 比较没人了，他的雪道上声音比较难听。等我还是决定要查一下，我觉得他应该是误的，他还是。我也体悟了，我刚刚那样子滑，因为他声音比较大，我花的力气比较多，所以我也体悟了，我刚在调，增加我的透气。我应该真的有误，但是我不知道我今天拿着卫生纸是我擦不掉还是怎么样擦，然后没有用，然后我就看不清楚。对，那声音都很大。我觉得我们可能滑里面要比较轻松。没有哎，里面很不平又硬，我刚刚掉进去差点摔死啊。又硬。嗯。我进去试一下。怎样？真的？啊？真的，里面也不好。对啊，我刚刚就摔进去，然后差点摔死啊。里面下面也是硬的，不知道为什么啊。我懂了，这面是向阳面。嘿。昨天被赛龙的。嘿。昨天赛龙化的，今天就变这么硬。对啊，就也是硬的。我刚刚发现它也是硬的，所以没有好滑。紧脚很酸、啊。丸子缆车哎、欸，什么丸子？你有两个踹一踹啊？对啊。哎、欸，我们的大台是去哪里了？我们的在更左边啊。所以我们滑错在那里。我们滑错了。我们没有滑错啊，我们你看那些人频频冲过去的，就是。哦，所以我们这个应该是我们停车怀疑的那一个，是两个拱多少的？好神秘啊。没有啊，它很短啊。他就到那里而已啊，就是超短的那一个、啊，这不是我们停车的，所以我们也没办法要做这个。他是把他从旅馆运到那个。啊，那我懂了。所以我们要去坐广州了。这个应该，我们应该用不着坐吧？对，我们去坐大的啊。对啊，是啊，是啊，好走。你看那边直冲啊。
是他，不然就是他长得。趁现在没有什么人，我猜接下来是不是没有什么人？
都大家不会来这里。厉害的人刷过一次觉得不好玩，就去别的地方。还有就是山顶那边可能比较好玩，所以大家都在排山顶。然后山顶大排长龙。哦。还有一个可能是，大家觉得这条不好玩，就排了山顶，就回去比游步了。哦。对。游大家都全山卷哦。我猜是。而且你看，这里的 ticket counter 没什么人。因为价钱选到希尔顿的毕竟是少数。价钱？你说票还是住宿？住宿啊，也很贵，对吧？对啊，就是说你一样要滑全山，要住就住比罗夫啊。比罗夫已经够贵了，希尔顿又更贵。那怎么算都觉得。应该是住在比罗夫，而且如果是不开车的人，吃东西也是那里比较好。阿远，我呀，啊，我把眼镜拿起来好了。这个眼镜是不行的。你是说看不清楚还是起雾？会起雾，我说今天状况是这样，所以坐缆车时要趁机拿下。对啊，我根本看不清楚路，然后我刚自己差点被吓死。今天的主力就是吃好吃。啊，是啊，好啊，那几点？几点开门出来吃饭？我来看一下。都要几点了？现在10:13。哦，那也差不多啊。你要下来了。我说的差不多是说，我原来立下的目标是说，之前我们。不会去逛的黑线，今天这里逛一逛。嗯。刚刚有一个右边的红是什么？猫猫之壁。哦。猫猫之壁，那个我猜不会那么硬吧？因为那个它的方向应该两边又有小树林，运气好应该没有被太阳晒到皮色的，有被晒过的都不大行。我现在不知道这个网站要怎么用呢。你要查餐厅时间啊？你学可以理解。你查希尔顿比较快。但是希尔顿刚感觉点过去是全订房的感觉。啊，是啊。嗯。通常它会有 menu 里面会有一个叫 restaurant。还是可以理解。看啊！对啊，当然会是看一看。我现在真的不太懂，这里是。
得我们有往上爬，就是。这好吧，饭店这边就。
次了。什么意思？以十一点为目标的话，你说吃饭时间是不是？对啊。啊，这次坐去山顶。好。那我等到牌那里再开好了。你刚没开是不是？我刚刚坐到一半，他哔哔哔叫救。那他叫救意思说没电吗？应该是。然后我现在他就一直在充电中，我就让他充电。缆车站，对不对？对啊，知道了，缆车站不用走。
一直上下跳。人呢？找东西哦。欸，红色的那只是刚刚那个人捡的吗？
边啊。对，过来。对。前面可以往上吗？脸还要。后面不够高啊。啊，好痛！等下我头发。哦，头发。我也往上拉。走左边吧。啊，对。下去以后，先要斜切，跟着线边边，然后一路走，缆车都在左边，线人都在右边，这样子就可以回去。好热，好热，好腿太冷了。先检查口袋都是拉紧的。而且他说去，为什么只有去安东普利跟提达夫呢？Thank you.
的牌子太近了，我们要不要过去左边啊？这边不用，这边倒是常规啊，对，倒是规啊。我都认识的那个牌子啊。是啊。我都认识，就是他的水道啊。哦。好冷。就可以加强。哦。下太大了啦！然后你刚才想说要去跟那个人讲说你们只在下面。对。
可以吃啊。怎样？没有啊，而且你的写进香什么好像都没有，我的怎么会啊？都是湿的。哎，我在湿的在里面呢。怎么弄回事？我都是湿的，因为我觉得我有血渗进来。嗯。但至少血进没有误。要帮你录吗？不用啊。跳跳之兔。你要我帮你录吗？不用。而且就只有我们两个人。我就不知道啊。嗯，为防患于己见，去坐另外一个小缆车。嗯。决定。
章鱼啊。废话。Thank you.